我现在要赶快累积我的 A 的数量啊。KYT 跟我说每三场 A 可以除一单啊，我现在才两场 A 啊，我今天要把单子都搞到手里。任务已接受。等等，我们要去哪儿？任务已接受，探险家。根据抽奖，好打咯，三场 A 换一单，目前二 A 聊天室可以帮我统计吗？哎，里面有人啊，靠背哦，射到他妈还往前是怎样啊？妈，那个的。捡杀小啦，干你娘嘞！这样都抓不到潘森不点 Q， 再一个失误就忍不住了，准备要放飞了。不会 ，A 很简单的 ，A 很简单的。妈的，摩格拉是白痴哦！我都已经预测到他们在那，都点都 Q 到了，他妈还走进去给他妈机器人拉，有病！操！妈，这人素质好低哦！然后又累个，妈的，害我刚刚又点了好几下普通点。这摩干那不错，要不要现在叫弟弟来看你实况学习一下？还没射到，是法国人来戳的时候。哎，我一啦！而且那个摩干那盾套自己是什么意思？嘿嘿，还想打我啊，白痴！被捞到哎！哎，有鬼来啦！换他，你在干嘛？妈的，傻小啊！那阿木木是来戳的，是不是啊？我看他到底会不会玩啊，他妈的干你娘，冲他小啦，黑盾免费，妈的黑盾都不会丢欸， Q 吃到饱是怎样？你们两个到底要不要上啊，干你老师的叫人家过去又不上是怎样啊？这摩干那超烂的，他那个魔盾到底啥小啊？法洛斯那个名就悟空，妈的，他也在那边丢。好烂哦！我的辅助盾也不会套，什么都不会。刚才谁说他摩干纳玩得很好啊？刚刚助理聊天室有人说他摩干纳玩得很好啊。刚才黑盾也不会套，然后干选个康特，要选个康特机器人的，然后妈的超难打的、欸。盾也不会套，盾都他妈乱套。干那这种人跟我说他会玩，那聊天室人好可悲哦。
标准真的是有够低的、欸。这种货色还说他会玩，笑死人这些黑盾都不会跳的白痴，你都说他会玩，这是干嘛啦？这是跳什么屌啊？他盾都这样乱跳，他怎么打、啊？这没发生什么事，然后那他妈的魔盾就跳下去了。妈的，还想拉，拉你妈鸡鸡去吧！我现在就问你一句话：这种摩甘娜，你要让他上分吗？要或不要？自己选，多嘴不易，用行动。暴打一顿，王子。啊、你看人家在吃龙，他在那边唱五扣了。哎、欸，套盾啊！干你娘嘞！你看到那黑盾都套的超烂，都不知道在干嘛。哎、欸！哇，他们两个能起走位。他妈的，操鸡巴，有盾不上去挡哎，干你老母！法洛斯主义的是啥？不好养。草人怎么那么痛啊？感觉被那个摩甘娜搞到他妈战绩有够难看的，这样怎么拿 A 呀、啊？妈操鸡巴的，干你一个玩个辅助盾嘴乱套，妈低能，妈打嘴炮哎、欸，妈中国人是不是有病？屁啦！为什么啊？为什么我一般？他还可以接大、啊，我们现在要想办法拿 A， 哎、欸，想办法拿 A， 就是我们开始野区收割，先把我们的 CS 弄起来。哪里有兵，我们就去哪。然后会战就在最后面装盲刷 KDA， 反正输赢与我无关。鬼刀，这一期你们有看到我接的稳定度吗？哎、欸，反正死一定没有我。收头，我们的蓝眼乱射，哎、欸，骗这个视野分数。尾、欸、刀，看你鸟没尾刀，怎么那么痒？我 Q 怎么那么样？我们现在就是哪里有钱就去哪里收。哎，我赶快把我们的 CS 冲起来。不要再抢我钱了，干你妈的！看到这种垃圾魔盾，不知道在套什么东西耶、欸！套腰甲，
刚从这地方跳出来，没人发现。没，我要先出个头带，但这些人真的太靠北了。出个头带好了，避免死亡，才能冲分。刚才草人又不见了。老师，你给我抓歪的是谁啊？不要杀我，不要杀我！不行，我现在有 KDA 压力了，不敢上去送头了。这张该至少可以拿个 A 吧？这一波如果不死，收个几个头应该没问题。太神拉布区白银 NL， 累个累个的，妈的，不是很好发挥。干他妈的 B 加，干嘛找到投一投来 K 这些废物？操你妈逼！为什么啊 ？CS 也不低啊，为什么 B 加啊？三老杯嘞。好啦，这场先给你过，让你开心一下。恭喜可以除一单了，还有九单拿27个 A 就够你解三国活动了。慢下，慢下，等下我换一路，换一路，保证可以 A 得起来的。跟他妈那种智障辅助搭，操你老师的，没火都被他打到有火了。